因为常吻戏，对，但其实要拍到一个很漂亮的全景，所以其实镜头是拉拉拉拉拉拉拉到非常远的，根本看不见的时候，依然在还在那个戏的状态里，就真的非常想赏他六巴掌。后来还有遇到他吗？后来遇到他，永生不必再见。就没有人，我是不太能接受暴力啦，包括言语暴力我也不行。我觉得不只是肢体上面，因为言语暴力也会带来一生很难忘的创伤，或者是可能没有暴力你，但是摔东西摔得很严重的这种，我觉得也是会有创伤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哇，这个好难能讲，不行，等下电话录之后，他们开始去查哪一部戏。有一场吻戏，对，但其实。要拍到一个很漂亮的全景，所以其实镜头是拉拉拉拉拉拉拉到非常远的，根本看不见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必了。你就两个站在那边就已经觉得两个是在谈恋爱了嘛。但镜头拉很远很远很远的时候，依然在还在那个戏的状态里，就真的非常想赏他六巴掌。但是因为那个机器要这样子调度是很大很大的工程，所以我就没有赏他六巴掌，因为我一赏他六巴掌整个要重拍，而且赏了六巴掌之后这场戏可能也就不用拍了。对，所以整个脑袋那时候就想说为了戏的完整忍耐一下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我怕你们去查，但是我真的当下真的想要赏他六巴掌，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后来还有遇到他吗？后来遇到他，永生不必再见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比较成熟，我现在年龄比较成熟了，然后我会觉得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。那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我就会赏他六巴掌，让这场戏拍不成，然后请导演想办法去怎么样把这场戏做一个 ending。我只是要提醒，女性的演员也要懂得保护自己，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拍电影、拍戏就是在演绎人生，所以难免的人生就是会有各种喜怒哀乐，谈恋爱、热恋、失恋、单身都会有，任何过程都会有。所以演员要保护自己。对，我觉得像当下那个情况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会选择直接赏他六巴掌，让这场戏拍不成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了，所以也会害怕，就很像我们很多受暴人不敢讲出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